家好，我们是三年中班，今天我们要表演的剧目是爱取名字的老婆婆，爱取名字的老婆婆。从前有位老婆婆，她很喜欢替东西取名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老婆婆太老了，不再有朋友，他们都做天使去了，所以她开始替绝对活得比她久的东西取名字。她的床叫做杨梦梦，她的车子叫做杨小刚，他的电视机叫做杨雅兰，而他的椅子叫做杨贵妃。昨天天气很好，心中接着就帮床及沙发铺上干净的床单、干净的一套，新闻播报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胡乔恩，欢迎收看两光新闻。听说真正的阿基师绯闻其实只是给女粉丝温暖的抱抱，顺便亲她一下而已。接着请让我为您播气象。我是气象主播胡乔恩，今天会出大太阳，要晒棉被，请多晒一点。接下来几天会闪电打雷哦，还有五级狂风、七级暴雨、九级龙卷风，甚至把你我给卷走哦！救命啊！现在的小孩呀，挺会搞的。看完气象，心情很不错。去门口看看有没有人寄信给我。走到邮筒，拿出一堆刚刚广告信封翻了翻。哇！
收不到老朋友的信。在门前庭院里，孤零零的老婆婆遇见可爱的小孩。小狗，我饿了，在这儿等着。吃完饼干，仍旧留原处，不停摇着尾巴。杨小刚会让你晕车。杨梦梦不抱一只小狗和一个老婆婆睡。杨贵妃不准小狗坐在她身上。除此之外，杨雅兰受不了狗叫声，所以回家去翻牌了。是第二天，小狗又回来了。回家去，回家去。看样子你是要饿了，等着。老婆婆呢？开冰箱并拿出 Oreo。 Yeah.
五狗人之歌。
车子入学。车子杨小刚，椅子杨贵妃，电视机杨雅兰，床杨梦梦，老婆婆嘟嘟，小狗杨来福，叶吉广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流浪狗安置中心主管张杰瑞，油桶杨远南，电冰箱杨元志，旁白严雨希、王思雨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谢谢三年中班为我们带来的爱曲名字歌。